美国，是一个里面的人，是一个很美的人，对吗？青娃娃吃早餐。今天是娃娃。妈咪蒸了一个馒头，蒸了一颗蛋。近一点，接着你的要掉了，碗拿近一点啊！对，慢慢吃。吃完，妈咪说你去学校了。晚上吧。晚上了吗？晚上才可以去学校。晚上人家老师都下班了，都要回家。会啦，会啦，没有人等你。有。而且学校也没开。准备吃晚餐。水果。对，现在还有水果。晚上又好光的。又好冷，热热的。花椰菜，有鱼，有茭白笋，嚼烂了一直咬哦，咬一咬。吃完回去，家里帮你量体温。这个菜，你的蔬菜，你的蔬菜，森林啊，天空暗暗的，但是小星星闪闪发亮了，你看有好多小星星。然后大家晚安，睡个好觉，晚安小狐狸，晚安小鹿。有没有找到小鹿在哪里？哦，这是鱼耶。没有，这不是。哦，这是白鼻星耶。这不是。晚安，兔兔。有没有
别难了。嗯，赶快啦！赶快什么？要玩骨骼game。哈哈，要玩骨骼game的游戏。哦，这本书是《晚安小熊》这种同学的书，还有个手电筒。神奇的啊，小熊你真的要小心这本书。我真的觉得你同学很有勇气借你们这本书，怕你们，因为我怕你们会用坏耶。嗯，这个用什么？就可以了。教练呢？天哪，这真的太好玩了，好神奇哦！到底怎么做到？一点都不神奇。真的吗？太累了。变色变成完的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要玩骨骼game了，我要玩骨骼game了。好了，等一下再玩一次。然后我去的国家有一个是日本，然后那也是另外一个国家，然后另外一个国家也叫美国，有好多世界上那个圆圆的地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国家哦。那个美国，嗯，是一个。里面的人是一个很美的人，对吗？嗯，然后他做了国家，嗯，这样，哦，原来这样，对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有没有觉得我说错了？没有，你说对了。那个国家的人。是一个很美的公主，对。那有个美国，里面就有一个美，对，有一个美，像公主的那个很美的那个美，像，哎，那个。